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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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开悟真心啊，《维摩经》选读的第十一章，就是我病与心病。这一章是《维摩经》里面非常重要而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章，因为维摩诘居士就是在毗耶离城示现生病，而佛陀赐文殊菩萨去问疾，这段话就在问疾的时候维摩诘讲的，所以讲众生病菩萨才会有病，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们经常会说啊，众生有病，诸佛才菩萨才示现有病。那么第二呢，是如何来调节我们的身体，使这个病苦啊消除掉，会分开两个部分，第一是重病菩萨病，第二是调心除诸病。大家先看经文，这个维摩诘跟大众说，说一切病都是从愚痴烦恼而生起来的，所以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已病，若子病愈，父母已愈，菩萨如是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已愈。又言是即何所因起，菩萨病者宜大悲起啊。这段话呢是总体来说，菩萨作为一个解脱生死烦恼的圣人，四果罗汉他就可以身心无病，何况是解脱烦恼，像维摩诘这么大菩萨他怎么会有病呢？维摩诘居士就直接解释，病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病都是从无明愚痴烦恼我执而产生的，所以头一句话说以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从痴有爱，这个痴是指愚痴无明，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心的真相，这叫愚痴。那不明了自己的真相，所以呢才会贪着心、贪爱心生起来了。因为大家有一个我执，把我树立起来了以后，就会有我所，
我所喜欢的，我所讨厌的，我与所对立了，分离了，这样呢，一切生死烦恼就从此生起来。所以从无明我执有贪爱，所以呢，有了这个贪爱，那么这个我就在那里。所以我病生这个词啊，这个我一方面是人家问维摩诘居士，你怎么会有病的？他是说，哦，这个病是从这里来的，身体的病也好，思想的病也好，都是因为由我而生起来。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这个我本身就是个病，如果没有我，一切病都没有。因为有愚痴，有贪爱，所以这个有我的这个病啊，自然就生起来了。追根究底，所有的烦恼、贪嗔痴慢疑，它的根源就来于我们的我执。所以我执是一切生命当中最为痛苦的根源。它表面上看去好像没有痛苦，但事实上呢，它是痛苦的根源。所以头一句话就点出生死烦恼一切痛苦的根源来于无知。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这里呢就是讲菩萨了，就是因为众生有病，所以呢菩萨也要示现像病一样。这个在《法华经》里面佛讲说，佛像大医王，因为他开了药给他的儿子吃，这个儿子呢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大医王，没有关系，这个药就先放在那里，先不修行，也不用功，也不精进，不着急。然后他父亲看这个孩子的病入膏肓，快不行了，赶紧就远走他乡。到了他乡呢，写了一封信回来，跟他说你父亲已经在外面走了。那儿子一听父亲现在已经走了，那我病还没有好，我药还没吃，我赶紧吃。吃完了以后呢，这父亲又回来了。这你不能说他父亲是骗他，他实际上在外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儿子能够把这个药吃进去。所以一切众生有病啊，佛菩萨才示现出有病的样子。若一切众生病灭呢，则我病灭，这菩萨的病啊，自然也就没有。因为我们大家觉得比如说头痛啦，或者哪里不舒服了，这就是病。像过去这个马祖道一禅师，他的嘴巴就中风了，嘴巴歪到耳朵下面，哇，他这个侍者看起来着急死了。他说你看看你这个老和尚，一天到晚喝佛骂祖，你这回因果报应到了，那嘴巴都骂歪掉了。这个他跟这个弟子说，说这个我以为你是个大修行人，没想到你还这么着相，那这你要是受不了，我把嘴巴又掰正给你看就是了。嘴巴一掰又掰正了。所以这个佛菩萨呢，他视线嘴巴歪和不嘴巴歪，对他的生命来说并没有不存在病不病，但是众生就受不了了，你嘴巴歪那里总是不好看，然后他呢就掰正给你看了。所以这个这些菩萨他来到像释迦佛也视线三个月的头痛，对他来说我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他的生命是完全完美的，任何一种展现都是无欠无缺圆满完美。所以这个众生有病啊，佛菩萨才有病。那么菩萨呢，是为众生故入生死，就他的一举一动要有所表现，也是为了众生而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菩萨看到了一切法无我，不是说他有一个我不为自己，而是他真正看到了没有自己可为，然后呢只看到众生还在生死烦恼中，有必要去度他们。那么怎么去度他们呢？要以适当的方式，或者以健康的方式，或者以生病的方式啊，或者以各种各样的32化身啊，各种千百亿化身都可以。所以因为众生而入生死，那么有生死则有病，这是连续的。因为你为了众生而入了生死，在生死当中有生有死，有视线来去啊，这就是有病，就是不正常，不能完全的自在。凡所有相啊，都是有障碍，都是有为有漏之法。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所以众生如果离开这一切病了，那么菩萨也就没有病了。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在众生界啊，所有的众生都会以自己局限的狭隘的知见、狭隘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这个世界，衡量身边的这一切。而我们自己呢，这个价值观念随时又在改变，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五花八门，热闹非凡，哪个是正，哪个是究竟，哪个不究竟啊，往往是难以把握，因为我们自己就随时在改变。所以你想，别人都满你的愿，今天你在家里坐着静静的挺好的，他说你怎么不出去玩呢，明天多玩了几天，他说你怎么不在家里呢，总是这样子。所以世间的这些树立起来的这个众生界啊，因为它本身有生死有变化，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固定的这个尺寸去衡量。譬如长者唯有一子，这个只有一个儿子生病了，那他父母亲呢一定会生病。这比喻菩萨对我们每一个众生，特别是跟他有缘的众生，他想度这个众生，这个众生这个生命中有一点一丝一毫的不如意啊，菩萨都能够身同己受，就他的身体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身体，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受，佛菩萨他一定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难受。但他自己虽然不难受，他能感受到我们的难受，所以叫做同体大悲。因为我们的难受，我们的病都是冤枉的，假如我们真的有病，那佛菩萨就在那里跟我们一样病，他也难受了。关键是我们认为有病，认为有烦恼的这一系列的观念呢，都是我们自己愚痴啊、有爱我执这样一个错误的幻觉产生的。所以一切生死烦恼犹如梦幻泡影，这点我们没有认识到。假如认识到生死犹如梦幻泡影，而背后的我们的真心呢，却是圆满无缺的，佛菩萨看到了圆满无缺，同时也能体会到我们正在感受的生命的痛苦，所以他的同体就是看到了清净平等的体。而大悲呢，就是我们有痛苦，他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就能替众生受苦，称为悲。所以菩萨也是这样对诸众生啊，爱之若子啊，就像自己非常喜欢的儿子一样。那么众生有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一愈。菩萨这里面是指在众生界示现的菩萨，并不是离开我们六道众生以外的这些第九法界，或者是声闻缘觉菩萨、圣人的世界里面的菩萨。圣人里面的菩萨呢，他是没有病的，只有在我们人间示现的这些菩萨，他是气离气机，上面跟佛菩萨已经符合真理了，下面呢要为了度我们，还要跟我们能够沟通，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用我们这个人世间的这些形象，用这些形象，这些有违法的时候，我们有病，他也示现有病。我们个子很矮，1米6、1米7，他们视线也要1米6、1米7。如果他搞一个2米、3米，我们就受不了了，可能。所以呢，这个菩萨他一定是根据度众生的这个对象来视线他跟我们同事一样共事。所以我们的病如果消除了，他的病也消除了。另外一句话就世己何因，就何所因起啊？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再去问病嘛，问这个维摩诘菩萨，你的病是什么原因生起来的呢？维摩诘菩萨说，菩萨病则以大悲起啊，这因为有大悲心，你的病就会生起来了。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有时说我们会不会替别人背业啊，背业障，说你的业很重，我菩萨发心是不是替他背这个业障了？那这里面呢是有这种现象，就是你如果发了大心要替众生受苦，结果你真的那个苦就不知道哪里来的正好就来感召来了，被你的心啊感召来了。等你感召来了以后，你的心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没有真正空的掉啊，那你这个一病苦啊，自己这个菩提心马上就退掉了。我以前住山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个人，
他修行修得挺好的，定力也很好，打坐七八个小时都没问题。那有一次呢，他就莫名其妙地发一个大菩提心，他说我要替受一切病苦的众生受苦了，发了这个愿，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住院了。住在院里面还医生还检查不出来什么病来，全身疼痛难受，挂点滴，晚上睡不着觉，整个精神恍惚。然后他最后他退了道心了，他说我不替众生受苦了，受不了，受不了了，过几天又好了，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自己这个我执啊没有空掉啊，不能轻易的发愿替众生受苦的，除非你真的能受得了。那么这个菩萨呢，他证得同体以后，像维摩诘菩萨，这个同体大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他能够见到我们共同的空性，就我们真正的体啊，共同的这个真如本体或者空性啊，这个已经见到了，或者是证到了，那么你呢能够感受到一切法都无所得的空，随时能感受到，无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能够转换得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发愿替这个众生受苦，这个众生的苦呢到你这里来了，你马上给它化空了。不是说把这个痛苦放在那里让自己去感受，而是随时就化空掉。那么能够契入这种空境的人，随时能够契入的，其实即便是毒药吃进去也毒不死，这个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证据的。像这个达摩祖师啊，曾经六次被别人这个下了毒，那他也没有被毒死。而这个天台的慧思大师呢，四次被人下毒，他就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心契入般若的空性当中，完全契入空性了，开始他都口吐白沫，已经不省人事，已经快不省了，到最后呢他慢慢的又清醒过来。所以只有契入空性的人，他升起的同体大悲才能够替一切众生受苦啊。这是这个前面的这段。那么以大悲起呢，说我并无形不可见，这句话我们断句断到下一段去了，现在这句话可以放在上面，是菩萨病者以大悲起，我病无形不可见。这个病啊，就维摩诘菩萨的病呢，它是没有形象，不可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假象，它不以这个假象作为一个痛苦的这样表现，而它的大悲心呢却根植在众生中。所以一切诸佛因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发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正觉。就是一切佛要成佛，或者说我们想提高我们的人品道德人生的境界，我们就要因众生而起大悲。就是看到社会的现象或者众生的烦恼，你看到了这些现象以后呢，我们升起悲感同体或者说怜悯心。实际上这个大悲心啊比怜悯心呢要更高一点，怜悯心只是看到别人感觉心里难受同情他们，而这个大悲心呢是看到他们内在的本质非常圆满，这个时候你对他产生了无比的尊重尊敬，然后呢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宝藏，我们帮他打开这个宝藏，这个就叫同体大悲。所以发起大悲心都一定是因为众生有苦才能发得起来，假如众生没有痛苦，这个大悲心也没有机会。下面是第二段，又问此病身何耶心何耶，答曰非身何身相离故，亦非心何心如幻故。又问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水火风大亦复如是，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啊。这是维摩诘讲这个病的原因，病的现象，病在什么地方啊。要问这个病是身何耶心何耶，是你的身体有病还是心有病呢？维摩诘答就是非身何，为什么不是身何，
身相离故。就身相离怎么看呢？我们观察自己这个身体，如果你看到身体只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就是骨骼啊、指甲、头发，这一切都是属于地大，汗水啊、血液啊，就属于水大。身体里面的热能啊、热气呢，是属于火大。呼吸空气是属于风大。这地水火风这四大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离开这四大，实际上是不存在有一个身体。那我们现在习惯把这个当作自己的身体来看了。如果你只看到这四大材料，你就发现并没有一个身体可言，身体没有自己，只是靠四大才有身体，叫做依他起，不是自己就有的。那最初我们就是这个投胎的时候开始，身体也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也不是我们自己就有的。所以呢，你看到这身体并没有病，因为身体本身就没有，所以说身相离故，身本身就没有相的。这个是这个维摩经一讲，不是讲真心讲空性啊，我们要理解到这四大本身由其他的材料组合，组合成身体的这四大，那么身体就不是有一个自己的本性存在。意非心合，心如幻故。啊，也不是心跟它合，心是如幻，心如幻这个感觉啊，我们大家在实修的过程中会不停地去体会。平常我们对自己的心念、心里的感受很在意，比如说今天很开心啦，今天哪里很难受了，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了，会很在意。但你观察这些内心的欢喜、难受，或者你心里的各种各样的感受，都不是心自己的真境界，而是心里面聚合了其他的各种影像呈现出来的。比如说你今天很开心，因为你想到了一件你觉得开心的事情，你就会很开心。如果你想到了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你肯定是开心不起来。所以这个情绪、这个心情是靠外在的影像组合起来的。而那些影像呢，可能是非常久了，对你来说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像小孩子，有一个人他四五岁的时候受到了一次伤害，就是父亲骂他，到最后呢他五十岁了，现在还能想起来这件事情，想起来还后悔，或者说还有一点悔恨在那里，就是内心的这种执着啊，心里留下了很多的痕迹，很多的印象，事实上就是如幻如化，你感觉好像有，实际上是没有，实际上那些早就不是那样了。所以那个人他四岁的时候，他父亲说你再哭我把你扔到河里去，那他很听话，他就以为父亲真的会把他扔到河里去，其实这个父亲是不可能把他扔到河里去的，只是这么骂他一句话，他把他当真了，然后就三四十年来就一直受这句话的恐慌，随时就感觉到恐慌，甚至呢觉得父亲不爱他，不关心他，就这个心灵的任何的境界啊，都是自己吓唬自己，都是自己把一些虚幻的那种感觉当作真实，然后想抓住它，实际上呢心又永远抓不住任何一个东西。就像我们学习佛法，你内心有一些禅定的感受，觉得这个境界非常好，下一次想得到这个境界呢，有些人就得不到了，有些人呢有这个功夫，他还可以继续得到。即便你得到再好的禅定的境界，也是六道轮回的法，因为四禅八定境界都非常高，但是他们没有了生死。就是你持续保持这种心情状态的力量强，就是定力好，但是你总有一天会坚持不下去的。所以定力不能了生死，就是你靠这个定力来观察你内在的心的真相的时候，然后你观察到原来这些境界、这些想法、这些情绪和感受都是幻化出来的，似有而非真，相似的有，就像水中月一样，看去像有，但实际上不是真的。那如果你透过了这一层呢，就看到了心的空性。
就看到心的空性，就看到了真心。所以我们讲开悟真心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心呢如幻，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梦幻泡影都非常像影子、梦或者空谷回音，梦中的境界醒过来其实一无所有。那我们现在的所有想法早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学佛的人呢，要把过去的所有一切都要舍弃掉，也要把未来的舍弃掉。你看到当下这个心念念不住，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任何追忆啊，过去的一切事实上只有记忆，除了这个记忆似曾相识的一些影像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过去永远不会再来，而未来呢也永远不会呈现在你的面前。未来只是我们的梦想，你想象的将来会是什么样，但未来永远不是你能把握的，能够把握的就是你当下。而当下的这个念头如果起来了，念头马上又成为过去。所以心如幻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坐下来打坐的时候可以去观察一下，你所有的想法是不是有一个是真的想法，有一个真的图像。假如你在心里面找不到任何一个图像，我们就不会着相，而不会着相的这个心，你就契入了真心的大门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后面从身心两个如果不是，也不是身和也不是心和，菩萨生病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身体有病，也不会觉得心有病，因为身体是四大组合，身体没有，所以你身体好不好啊，身体都没有哪里有好啊，他就不会说这个身体好不好的这种情绪干扰了。那你生病了心里是不是难受啊，那心里面只有妄想颠倒的时候，那个想出来的东西好像难受。如果你这个想出来的东西都没有了，都是幻化了，那你的心哪里会有难受呢？所以维摩诘就告诉这个问病的人，就是身心健康本来没病。那后面又问地水火风这四大哪一大有病呢？你不是不舒服吗？到底是哪一大呢？他回答说啊，是病非地大，不是地大亦不离地大，不是地大。因为地大是什么？比如说头发、指甲、骨骼、骨头，这些属于地大，包括这个皮啊，这些啊肉啊，这些地大呢，实际上它也是通过其他的材料组合的，不是它自己就有一个固定的地大在那里。地大本来是空性，性空的，但是缘起的时候我们又叫它是地大。比如说骨折了，那就是地大出问题了，腿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骨折只是那个缘起开始分散了，分散了我们觉得它有病，但实际上呢它只是缘聚的时候好像是健康，缘散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正常人看，就是我们平常的人看呢是有病的，而一个佛菩萨看的那就不叫病。我们平常对生老病死很在意，很痛苦，特别在死亡面前。而佛菩萨为什么，祖师大德为什么在这个病的时候他身心非常坦然，原因就是他不觉得这是病，他觉得这个缘起就是这样子，有因感到这个果，那缘上了也就是那个样子，太正常不过了。缘起和缘上它的背后都是无我，都是性空，这样一来呢，所有生命中的一切呈现都是恰到好处，都是诸法实相。所以他说不是地大也不离开地大，如果离开地大哪里还会有病可言呢？水火风大就是亦复如是，也就是说不是水大火大风大，也不离开水大火大和风大。不是这个呢就是讲性空，不离开就是讲缘起。当我们看到一切法无我，身心世界一片空寂，所以一切病痛也当下消灭。如果我们大家有这个觉照的力量啊，你腿痛的时候打坐腿痛，或者有一天你哪里不舒服啊，特别是有些累了头晕啊或者怎么样，你盘起腿来坐在那里，你就观察这个痛的地方，它是有因缘和合，你的感受也是由过去一步一步的来的，这些全部都是如幻如化的，它的本质是无我，是不存在。
当你弃入这个性空的这个感觉的同时呢，这个病痛给你带来的任何痛苦马上就消失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刚观想一下呢，可能两秒钟马上又觉得还是痛还是难受，你又回来了。所以真正能够法定一切法是性空的那个病呢，它就没有根了，所以它又不离意识大，就它缘起的还是在那里。特别像一些这个骨头断掉了，你说骨头断掉了一下子就接好了行不行呢？可能不行，那它可以慢慢的长。但是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中，你的情绪你的生命的境界不会受它束缚，没有这个限制。所以众生病是从四大起，一起有病是故我病，这所有众生的病啊都是从四大起，就是我们身体的病凡夫众生都是四大不调才感觉有这个病。当我们这四大不调有病了，那么维摩诘菩萨来度我们，他也要示现这个四大，这四大在这个世界众生会有生老病死，他也要示现生老病死。所以说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啊，这是前面讲这个众生有病菩萨才有病。第二呢是如何调节啊我们这个病，特别是从心理上调这个病。因为所有的病啊按照佛法说都是从我们内心的根源，根源都在内心啊，不只是病了，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外在的世界啊还有内在的身心都是根源于我们一念灵光的心。这一念灵光的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大家有时候会感觉我心里舒服或者不舒服，如果讲具体的位置就是在你的心脏里面如果不讲位置呢，就是你当下没有妄想却明明了了的这一念心。这一念心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是这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就是这一念心升起来的同时，你的生命就靠你这一念心的那个境界发展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你如果心里面感觉到自己非常快乐，你的生命已经开始快乐了。如果你的内心觉得自己很痛苦，那你的生命呢就开始痛苦了。就这个当下的这一念灵光的心啊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升起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大慈悲，那想度一切众生，你这个心升起来度一切众生的这个能力就已经在你的内心中开始塑造起来。只是还没有结果之前呢我们如果退心了或者心转移了，那它就不一定马上呈现出来。如果你念一念不忘度一切众生，那你以后的能力就是能度一切众生的能力。所以古人讲这个心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你的心量有多大福报就有多大。就你心量如果很小，只想到一点小小的快乐，你的人生也就享受到那一点小小的快乐。所以这背后的这一念心啊，它的位置是在心脏当中。那我们如果经常生烦恼，你的心脏是不舒服的，所以大家如果心脏有毛病可要小心了啊。第二项呢我们看这个调心啊除诸病。所以有极菩萨应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无有实法随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何故假名为生？四大无主，生亦无我啊。这是最直接的弃入空性，弃入我们真心的境界。这菩萨如果生病了，有病的时候我们大家以后如果有生病，哪里有感冒发烧不舒服了，那我们应该这样念。怎么念呢？说今我此病啊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就现在的这个只是一个果报的身体，我们的心有三种功能，第一种就是主动性，第二种就是被动性，第三种呢它就有含藏性。主动性就是你心里的当下一念灵光的心，所以你心很乱东想西想，那就非病不可。所以现在的这个主动性就是创造你将来的生命，
这点佛法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从因果、从缘起、从唯识啊，从这个心生则种种法生，从任何一个角度，从任何一个宗派，都可以看到佛法所重视的是你现前当下的这一念心。所以你这一念心是什么样的，你将来的生命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生了这些烦想、烦恼、妄想以后，它会感召到一个被动的结果，就是意识无果，就是我们的身体。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无能为力了，你说我已经做人了，想做畜生也不行，想到做天人好像也不行，因为你这个果报已经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呢，它是过去世所造的因感召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是不舒服的身体，不舒服的人生遭遇，那我们就要反思自己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尤其是烦恼二字。那妄想颠倒只是现象，烦恼是我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烦恼，你所做的业基本上不会害人，不会让别人痛苦，自己也不会伤害自己。所以由于烦恼才会有颠倒妄想，那么颠倒妄想结果又会产生不如意的这个果报。身体感受到不如意的时候，回过头来观察，承认这是过去的因造成的。那么这个因造成的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就听之任之了呢？不是，要观察到我们过去的妄想颠倒是一个错觉，所以感受到现在身体的这个果报，这个恶的果报啊，事实上也是一个错觉，说无有实法，随受病者，没有实法。就是即便我今生的遭遇很不如意很痛苦，我们也不要执着这种痛苦不如意是真的一个真实的结果，而是要看到你现在所感受到的这个不如意跟过去的颠倒心是因果关系，那个颠倒心就是一个虚幻的执着，而现在感受到的这个果报呢，也是一个虚幻的果报。无有实法，没有实实在在的，不可能永远的这个样子，不可能永远不变。如果细分呢，下面说，所以者何？四大何故假名为身？假的名称叫做有个身体，有个我，它只是一个名，假名安立。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就是你语言上说是这一个，事实上这个语言都经不起推敲的，你一推敲发现语言背后是没有东西，都是性空。认识到性空这一层那就够了。所以四大无主，生亦无我，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没有谁能够做得了主，这中间也没有一个永恒的主宰，四大是不会主宰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没有谁能够主宰。但你感觉到可以主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觉。所以身体即便有这个身体，即便你这个身体显现出很丢脸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状态，事实上那也是无我的。不要说这个身体禅定很舒服，可是这个禅定很舒服的时候身心感觉空了，这是无我，然后一生病自己就焦头烂额，心里非常难受了，说这个就是我，其实不是，就是生病就是不舒服的，那也是无我的。所以禅定性空，契入空性，你感觉到无我，就是在最现实当中别人打你骂你听到了，或者是最现实的身体生病了，它本质还是无我的，并不离无我啊。这是只针对烦恼，烦恼生起来啊，我们要去这样去观察自己的因果。后面呢是观察这个我，说又此病起皆由主我，是故于我不应生主，既知病本既除我想及众生想，当其法想应作是念，但以众法合成此身，
其为法起，灭为法灭。又持法者，各不相知。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这个是一切烦恼都来源于强烈的我执。看到了身体的生病是因为有我才会有这个病，所以对于这个我呢，我们不应该执着，就不应该生执着心。既知病本啊，就知道这个一切病的根本是因为执着我，由于执着我，那么就我和你，我和他就对立起来，有了对立就会有烦恼，就会有贪嗔。这个是三个层面，我们现在平常的人对于烦恼痛苦这层面很熟悉，烦恼痛苦的背后是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其实烦恼背后的痛苦是我们有念头，有妄想，妄想的背后呢是我执，妄想的背后是没有妄想。大家如果可以静下来，你看到自己念头升起来了，这叫妄想，然后你妄想停下来了，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了，那个就是我。我们很明白很清楚的就感觉有个自我，所以起这个妄想升起来都是执着这个我，因为你执着内在的明明白白的这颗心是我，然后呢把身体啊，把身外之物啊，就这样子啊，层层的包围，层层的对立，这才构成了一个以我为核心的自私自利的烦恼世界。那么生这种心怎么办？就不能执着，以后知病的根本从我起，那么我们要消除这种我想，我们把这个自我的执着，自我的想法很强烈，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消灭掉。消灭唯独两个办法，一个听闻经教，从道理上先去体会，就是先理解这个无我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从道理上不停地去观察观想，一想到这个身体确实是四大构成的，除了四大以外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病或者可以难受，那你观察到这里以后就发现这四大组合，这四大没有一个大可以主宰的，四大的每一个法地水火风都是不能主宰的，也都不是我。那这样子一观察以后呢，就把这个我的感觉消除掉。如果自我的感觉消除掉了，那么众生的感觉也会消除掉。众生是什么？我有众多的生死，我在这里有生死，那么你们大家都有生死，这叫众生。自我如果没有了，你观察自己的身体五蕴四大如果空掉了，然后你用这种观察的智慧去观察你身边的其他的众生，也会发现其实所有众生都是性空，都是无我的。认识到这一层面呢，那么除我想即众生想，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病的感觉还在，到底怎么回事呢？既然我也没有，众生没有，病又是谁在病啊？他说当起法想，这个法实际上是缘起法，这应作是念，但以众法合成此身，众法就是众因缘，有这个条件组合成这个身体，如果条件缺了，那个身体就不正常了。条件合呢，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身体的存在，看起来好像还是有这个身体。所以众法合成此身，其为法起，灭为法灭。身体生起来也就是缘起来，灭的时候也是缘灭，条件上了自然就灭。又持法者各不相知，这个知字一字啊，众妙之门，就是身体的地水火风他们之间是互相不会知道的。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知觉啊？你说身体的血液跟你的指甲他们之间会有知道吗？舌头他知道牙齿长什么样子吗？他们不知道，牙齿一不小心把舌头给嘎吱咬一下，他们之间不知道。地水火风四大都不知道，火大也不知道地大，地大也不知道火大，水大也不知道火大，水大要是知道水火就不相容了，就麻烦了。他们之间互相不知，那我们知道的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心的真相啊，我们的内心，这阿赖也是，所以主动性的它具足三种功能，第一个叫暖食，第二个叫受食，第三个叫持命食，就是你能感受到身体的温暖，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感受，是因为有你这个真心在。但是我们对于感这个会感受的这个东西却不知道，只是对于怎么受特别在意，那个主人是谁你不知道，至于主人叫出来的，主人讲出来的，或者分辨出来的这些现象，缘起的现象你特别在意。像客人到你家里来了，这个客人是谁你不在意，给你送的礼品你很在意，哎，你只看到他拿什么东西给我，并不在意他是谁，这就很麻烦。我们很在意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感受，但是你不在意那个受的人是谁，感受的人，实际上感受的人是我们的真心，他对痛苦也会受，对快乐也会受，一律平等，对寒也会受，对热也会受，对快乐的他也会受，对痛苦的他也一样会受，会受的这个人是谁。如果你只执着感受了，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就给他套牢了，背后的那个真心，阿赖耶识的真心，主动性的就是在这个受的背后，所以只有透过五蕴呢，才能看到心的这种样子。所以起为法起，灭为法灭。除了能感受的真心以外，其他的全部都是材料而已。这个主人在家里，我们搭一个茅棚住在那里，可能也非常健康的过。然后你搞一个这个富丽堂皇的房子在那里，你也一样过。但是很多人来看呢，就只认衣冠不认人，看你穷困潦倒的样子，那他觉得你没本事，你呢也很在意别人对你有什么看法，所以在上面就很颠倒。那如果你是一个觉得我在这里，至于穿什么衣服做什么样子，我没有什么变化，那你就无所谓别人怎么说了。所以感受的背后的那个主人，这里面要告诉我们，就是你的生病啊，你的外在的感受啊，它实际上就是那些条件，条件有了就这样过，条件没有了就那样过，条件好了可以车门好一点，条件差你就找路也行，这就没有问题了。说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又持法者各不相知啊，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这个会感受的这个主体啊，就心的真相的能主观的能动性啊，它不在意不在乎你是什么条件，但是呢只要出现了这个事情，它一定是条件出现的。比如说你这个吃得很胖的人，一定是吃了很多东西他才会胖，你真的什么都不吃他也胖不起来，因为没有材料，有材料了你才能做成什么样子，没有材料你怎么做啊。所以呢这一切的材料，一切的缘起，它背后的那个主人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不随这一切去做。身体再怎么变，六道轮回再轮回多少次，你的真心不随他们转，不会随他们变，不会改。就是会感受的这个主人，会听话的这个主人，他不会变，只是听什么话是什么感受可能一直在变。那会听会看的这个性能他不会变，就像我们睁开眼睛看什么东西，什么这个颜色色彩长短方圆都能看，闭上眼睛看得黑乎乎的也能看，这个看的会看的这个见性呢，它不在意你看什么，你看的佛像很庄严很欢喜，看到这个垃圾桶很脏很臭，它照看不误，它不管你说这是很脏的我就不看了，我拒绝它，没有拒绝。所以佛得大自在了，十方法界自有来去，天堂地狱没有不去的。我们凡夫很怕，怕地狱怕三恶道，就死活也不肯去。我们现在就赶往生了以后，然后我们身心自在了，到哪里去都没问题。所以这个背后的主人找不到就很麻烦。过去有一个禅师，他用功每天都是在那里问主人公，是的是的，在哪里啊，关照了没有啊，是的是的，他自己问自己答，就提起来主人公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都是被客人课程烦恼所污染了。别人说这个东西很漂亮很好，马上就想冲过去买一个过来，别人说这样做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马上就跟着跑。实际上你错了，你所追求的全部都是尾巴，都是表象，而你内心生命的最本质的东西却忽略了。所以这个通过生病的这样一个现象来观察，起为法起，灭为法灭。起的时候并不能说我起，说我生病了，因为生病的因缘具足的时候，你背后的那个没有主宰，它只是条件具足了。像我们普通的人，你不管你想死不想死，那个DDV吃下去你就死翘翘了。它这个条件具足了就是这个结果。天气热了我们就冒汗，你也是非常正常的，冷了就要穿多穿衣服，它就是一个条件的缘起法。但是背后呢并没有一个我，我们的所有的错误就错误在背后，生病了说我生病了，健康了说我健康了，我没病了。实际上呢，病也不是你病，那也是条件具足病的条件。健康也没有一个你在健康，只是你有了一个健康的这些条件，有了健康的这些条件，所以随时都能观察到无我的这种境界。彼有极菩萨为灭法想，当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颠倒，颠倒者是即大患，我应离之。云何为离？离我我所。云何离我我所？为离二法。云何离二法？为不念内外诸法行与平等。云何平等？为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即涅槃，此二皆空。以何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无决定性，得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啊，这段话呢，就针对前面的，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前面第一个说一切病都是从烦恼生，这是首先观察自己的因果，观察烦恼生以后呢，再进一步，其实烦恼的人，那个我是没有的，病呢，不只是，不能说从我的烦恼生了。要从哪里生呢？病只是病的条件具足了，是缘起的，它跟我没关系，这是更进一步了。那再进一步呢，它缘起的那些条件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念这个为灭法想，就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好像还有个法，还有个条件在那里。你再细观察这个条件，每一个条件又都是其他的条件组成的，并不是它有一个条件。比如说地水火风，首先简单的说地水火风这四大条件不调了就生病了，然后你就相信哦，没有我是因为地水火风有病，这是第二步，没有我有地水火风条件，起为法起，灭为法灭。然后再进一步呢，你发现地水火风也没有地水火风，地大哪个叫地大呢？还是其他的材料，也是缘起。所以通缘起法去观察这个法的本身，就是缘起的本身是没有它自性的。所以当作是你说此法想者已是颠倒啊，你认为有个法有个缘起组合了，那个也是颠倒，这是有递进关系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深进，就深入去观察。颠倒者呢即是大，这对法的执着也是一种颠倒，说有一个真实的缘起法。那么这种执着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所在，我应离之，我应该离开对法的这种执着。怎么离？说离我我所。我刚才前面一步实际上是没有我，说这个起为法起，灭为法灭，是没有我，没有我那就我所咯，我生病咯，我所拥有的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是有的咯，背后是没有的咯。所以这个印度啊有些外道说五蕴是有的，
五音组合的我是没有的，就五蕴皆空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受想行识五个条件在一起了，我们觉得有我。他说这个我是没有的，他只是色受想行识五个在一起，实际上这五个是有的。所以这里面这句话呢，就要破你这五个色受想行识这五音，这五音本身也是没有的，所以法本身也是没有。怎么没有呢？就我既然没有了，我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也是同理去推测，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依他而起，所以靠其他的东西组合起来的。是怎么才能离我所呢？为离二法，离内外诸法。内就是受想行识，就我们内心内在的心，感受也好，分别也好，想法也好，受想行，就内心的这种分别，所有的想法，所有的知识，我们都是学习来的，这点非常可怕。学习来了以后，我们就会执着自己所学习来的这些知识概念。所以有些人有一点知识呢，他就傲慢起来了，或者呢，因为你有看法，他也有看法，就在那里争论。实际上这些看法都不是你自己的，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内心，知识、语言、概念全部是学习来的，所以这个背后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认识到这个背后没有自我以后呢，说才能够行与平等。内在的受想行识没有，外在的设法也是缘起，所以心和物、智和他、众生和个人是平等的。云何平等？怎么才算平等？这里面还有解释，更深一步的解释。内在的空性就是涅槃，外在的表现是我。我们大家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体啊，有四大。这个四大它既然是组合的，我们感觉的自我说这个是我，那是你，也是组合的。这个缘起的本质是性空，就是我们内在的涅槃。它要告诉我们，涅槃跟这个自我，这就是平等的，因为自我也是缘起。缘起的本质就是性空，性空就是涅槃，所以一体两面。从有上看是由因果缘起，从它的本质上看就是性空无我，因为我是四大组合的，背后没有我。既然我都没有我了，都空了，难道涅槃还是有一个涅槃吗？实际上是当我空了以后，这个状态就是涅槃。我空了就是涅槃。我都空掉了，然后你又觉得涅槃是有个有的，这不是很颠倒吗？所以我也空，涅槃也空，这两个呢是平等不二的。所以我即涅槃，十二皆空，以何为空？为什么说它是空？但以明智故空。明智就是世间的一切法，无论是涅槃也好，我也好，四大也好，除了这个明智给它安立，有一个明智的存在，名字的下面都是空的，都不是他自己。过去唐朝有一位这个有一位大学问家讲了一句话，圣名之下其实难符，就是名气很高的人，其实他名不符实。就是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圣名之下其实难符，就是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你给了他名称，名称的底下就没有自我。所以大家观察这个桌子，这个叫桌子的它一定是木头，所有的木头没有，除了木头以外就没有桌子可言。我们叫人的除了四大，哪里又叫一个人呢？所以名字，因为名字的安立，我们只是看到了名字，却没有看到它的本质。看到了本质，你就发现名字所表达的内容全部都是空的。灯，什么叫灯？就是玻璃，就是其他的玻璃罩，就是其他东西。所以灯这个名字就是空的，这叫假名。很奇怪，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可以表达说这是好这是坏，就全部都是空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字的下面，你想贴上标签说这是201凡间，什么是201？那些木头，那些砖，那些墙，那些东西在那里，没有一个叫201的东西。我们说这是地藏殿，哪个叫地藏殿？
除了这些东西材料，然后你说这个材料你只要抓住一个东西，你就发现它就没有掉了。所以禅宗祖师说水上按葫芦，按下去就跑掉了，你就抓不到。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抓一样东西，永远抓不到，这个很可怕。我们大家对于名利啊、地位啊、享受啊，都很想去追求，包括感情啊，这什么东西，当你觉得它可以形容、可以表达你的快乐的时候，你一抓过去发现全是空的，抓不到，抓到手了就是空的。然后我们的这手抓到了空了，那手又去抓，抓了又是空了又抓，所以生生世世就在那里流浪，一直追求，一直觉得自己不够，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名字故空啊，如此二法无决定性，这二法就是涅槃跟我没有决定。什么叫无决定性呢？就是不能说这个名字下面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任何一个名字只要形容他了，你就没法定。大家看是不是这样？你说这是杯，你一说杯，我说这是玻璃的，你马上就没戏了，杯就没有掉了。所想到的任何一个事物，你抓到它，法无定法，所以没有决定性。得失平等，无有余病。如果你找到了这种感觉，那么世间的一切显现都是名字安立，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无论是富贵穷通，或者是高低胖瘦，名字底下都没有一个去决定的法。然后你这样一看，我你他没有一样不平等的，健康与病痛也完全是平等的，因为名字底下就没有那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无有余病了。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体会到这种平等了，一点病也没有，唯有空病。那个病的核心，病的内容其实就是空。所以癌症一样的，癌症很难治，其实癌症就是癌的细胞在那里聚合在一起了。癌的细胞，你说这个癌的细胞是不是永远固定的？不可能，它也只是材料组合而已。那个材料组合了，其实我们的内心就是给癌症细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基地。如果你的内心你没有给它提供一个生活的基地，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我们生命中任何一件事物出现，都跟我内心、跟我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行为和业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这些业、这些内心又是虚幻的构造，所以你看到这一点就看到底了。整个生命内在的身心、外在的世界，无非都是缘起而没有实义。所以看到这一点，就是病唯有空病，空病已空，就是空和病也是空的，就是心和物都是平等的。是有极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以不灭受而取正也。舍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未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未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何所攀缘？谓之三界。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谓离二见。何谓二见？谓内见、外见，是无所得。这是怎么去消除我们这个病苦？就是第一句话非常重要，说菩萨有记啊，以无所受而受诸受，无所受而受诸受，这是三昧的意思。就正三昧叫正受，也就是不受一切受。首先是无所受，你看到一切法性空了，就是没有受了。那么无所受以后，为什么还要受诸受呢？就是对于缘起的因果、缘起的道理，还又是恰到好处的给予了解。虽然知道这个杯子它确实是玻璃是空的，没有杯子，但是我们拿到玻璃就可以给它做个杯子出来让大家用，这就是无所受而受诸受。所以世间的一切言语举止啊、行为啊、这个思想，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圆满的缘起的显现。
这个缘起的显现，就是看到它背后就像梦幻泡影，有如这个工画师画诸世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用四十八大愿画一个极乐世界出来，庄严的世界呈现出来了，大家在那里就是呈现那个世界。那我们如果以贪嗔痴画的世界呢，就是现在这个烦恼痛苦的世界。所以你想选择哪一种状况其实不要紧，这关键是你背后有没有看到这个本质在什么地方。说畏惧佛法以不灭受，就是你没有圆满证得佛法，你的世界还有众生在受苦，那我们不能取证，取证了就变成二乘，直接空掉了。你空掉了以后，证得空还要发大乘心去感受，对众生的痛苦能感同己受，就自己的问题完全解决，众生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还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外在的这一切痛苦，这就是调伏。说色身有苦啊，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说一个证得空性的人，他内心可以完全契入，没有病没有苦，因为一切法都无所得，契入到无所得以后，受苦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哇，那你身心就很解脱了，然后你就会沉湎在这里面，对不对呢？他说不对，你不能沉湎在这里面，你在知道这切法的本质没有苦啊，完全是空性的这个感受以后呢，还要色身有苦，身体假设感觉到痛苦了，痛苦的背后却没有一个痛苦的人，我们觉得啊，我很痛苦，你细细观察背后痛苦的那个人确实是不存在的。那么当你痛苦的人不存在了以后，你还身体的感受还非常明了，不是说我痛苦的感觉不存在了，然后这个头晕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那感觉马上就消失了，实际上那个感觉还是在，你很在意的时候你就觉得痛苦很大，你不太在意的时候呢，那个痛苦就变得无所谓，同样的那个感受还在。那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修菩萨行的或者明白真心的人呢，他对这痛苦的感受是下面说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就是那些恶趣的受苦的那些众生，他们就是有这种苦，而且呢他们对这个苦呢会非常的执着，那我们呢就生起大悲心了。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生命痛苦的时候，反而因为这个痛苦而对众生更加生起同情的心，怜悯的心，知道我在生病的时候会痛苦，其他的人也同样有痛苦，那我应该去帮助他们解决这种心灵上的痛苦，起这个大悲心。那想消除降伏一调伏这一切众生的痛苦，怎么调伏？这里面一句话就是不要攀缘，离二见无所得，不要攀缘，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我们的心啊本来是没有事的，心本来如果回到它的本位上，我们的心都非常安详，就像回家非常温暖非常清凉一样。因为大家可以感受你现在没有想法，把这颗心放在这里没有任何想法，这个时候你的心是非常安详的。可是当你的心往外去求了，你东想一下西想一下，想到这个人很讨厌，想到这个人很委屈，想到那个人怎么样，把那些痛苦烦恼都之前想过来了，你就跟着他跑了，东跑西跑。所以这里面说所有的一切病啊，你想除病的根本，病的根本就来源于你的攀缘，你的心像缘这个心猿意马啊，猴子把这个树趴住，这个树一直在那里不放，这就是攀缘，心跟猿猴一样老是向外去跑，把自家的主人呢忘记掉了，所以常常不知道受苦的人是谁，也不知道快乐的人是谁。如果离开这个攀缘，怎么样没有攀缘？说只有无所得，离开内见和外见。内见就是我们对精神世界的这种执着，对内心的感受的执着，因为感受本来就是缘起的，然后你觉得有一个我在感受，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设，我们会假设有个自我。如果你坐下来问自己，你内心的哪一种感受是自己，哪一个是自我？我们都希望自己快乐，然后内心却有痛苦的感受，
那个痛苦的感受是你吗？如果你内心有快乐的感受是你，那为什么你还要去想这个去感受痛苦呢？痛苦你可以不去感受的嘛。所以我们很在意感受是什么，并不在意感受的人是谁，那个主人是谁并不知道。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感受的人是谁，其实就没有问题了。就我们刚才说这个眼睛一样，你看到外面的颜色，看到漂亮的灯光，或者你看到很讨厌的人，你会看到这个人其实不影响。你心随境转是因为你看到了不同的情景，所以你的心才往外去跑了。如果你看到你的心就不会随境转，不会随境转你就没有病。所以离开内外境，离内外，离内境就是情绪，离外境就是外在物质的缘起法。所以这个前面这三段是从烦恼、我和我所，就是一层一层的啊，追究到最后呢，烦恼、我所都是空的。那么这个第四段呢是起用，就当你真空掉了以后呢，你还要看到你所起的这个作用，内外的作用，以无所得的心起大悲，这才是证悟真心的意义所在。假如我们看到了真心，然后你的烦恼也没有消除，你又不能帮众生消除烦恼，那你这个看真心看不看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心的这个本质啊，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看清楚了，你即使会发现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受伤，没有一个人会受伤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会受苦的。但是呢，受苦的那些都是表面的，我们就生活在最表面的这一层，甚至有些人都生活在脸面上，还不是表面啊，这个人前很像个样子，其实人后呢很不像样子。这个要想人前显贵就得暗里受罪，暗里受了很多罪，然后人前好像表现出很荣光，那背后实际上一大堆的痛苦，就不能面对自己。那我们这个学佛法呢，就要真正的面对自己的心灵，去搜索到底你心里面受苦的那个人是谁。一旦找到了，一点苦也没有，就是非常冤枉。所以最后一句话说，文殊师利，是为有极菩萨调伏其心，未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治未无慧力。譬如甚愿乃可为勇，如是坚除老病死者，菩萨之位也。那就说菩萨啊，视现有病的样子，这调伏他的心要通过这三个环节，病调伏好了以后还要起用。那未断老病死苦，这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老病死、爱别离、冤憎会、求不得，这个八苦啊，就是生老病死的痛苦，每个人都不想老、不想病、不想死。那相爱的人呢不在一起，这个冤家呢偏偏聚在一起，求也求不到，舍也舍不掉，这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些痛苦怎么断呢？能够断这些痛苦的，这才是菩萨的觉悟。假如不想断这些生老病死、爱别离、冤憎会的痛苦啊，这就不是菩萨的觉悟。若不如是，不是这呢说己所修治为无慧力啊。无慧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如果不想断除你生命中的老病死和爱别离、冤憎会这求不得的这些痛苦，不想断，那你所追求的利益都是没有智慧的利益。这句话很严重哦。我们如果看看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追求名利财色上，追求这些东西上，然后自己的真正的内心的痛苦没有消除掉，这样所追求到的所有的利益，哪怕整个世界给你，你也是一个愚痴的利益，没有智慧的利益。在这里面说啊，为无慧利啊，没有智慧的利益。而且没有智慧的利益呢，它背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说你很有能力，这个能力就变成你傲慢的资本，你会瞧不起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在你身边都受苦受灾受难，你这个利益就遭殃了。你有钱然后你就乱来，你有权利就不为大家考虑。所以没有慧的利益啊，是不如没有利益。
你什么能力都没有，哪怕做个猪也是只能被人打，那也没有关系，是吧？也不会伤害其他的更多的众生。但如果没有智慧，你得到的利益又很多，而且利益都是表面的，那就非常危险。所以如果不发觉悟啊，度脱我们生老病死的痛苦，这就是一个无慧的利益。譬如圣愿来可为勇，就是你能够战胜得了你的这些冤家啊，你的怨敌，你能够战胜得了你内心生命中的求不得苦和爱别离苦、冤憎会苦呢，那你才算是真正是个勇敢的人，才算是勇敢的。如果你连自己的痛苦都战胜不了，老想去战胜别人、降服别人，然后自己的痛苦一点都没有办法消除，这就属于脆弱啊，这个胆怯或者是脆弱的人，而不是勇敢的人。所以如是啊，坚除老病死，这是真正的菩萨。所以这个坚除是什么概念？就是内在的痛苦消除了，外在的老病死也消除了，自己的烦恼能够降服，然后能够帮助身边的人消除痛苦，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这就是这个菩萨维摩诘菩萨借助他生病的因缘给我们讲的开示。通过他的生病本身就是要为了消除我们身边更多的人的这个身体乃至心灵的病才实现的。所以这部维摩诘经是这个在家居士啊修行最好的一个榜样。他虽然视线在家，视线生病，视线妻儿子女，视线种种享受，他也是属于荣华富贵都具足的人，这维摩诘居士。但是所有的菩萨罗汉到他这里来，他的思想境界，他对宇宙人生的这种透明透彻的把握，丝毫不亚于佛陀的这种开示。所以维摩诘讲的经，那释迦佛也印证他。据说这个维摩诘经就是经述如来。我们温州的这个南怀瑾先生，他也称经述居士啊，也是把自己当作经述佛的这个说法。中国过去王维啊，也是把自己叫做摩诘居士，那他叫王维摩，那他也叫摩诘居士。所以也是把自己当作这个菩萨。我们看到很多在家居士修行好的，我们都恭敬尊称他说，哎呀，你是维摩诘菩萨。那个本焕老和尚今年104岁了啊，他对这个圆严老人的赞叹也是说，哎呀，不可思议啊，维摩诘菩萨再来呀，那是这样赞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我病与心病的这个关系，大家呢，这个如果在生活中、生命中有什么不如意的情况，其实呢，就是三个步骤去观察。第一个，观察你是不是因为烦恼而升起的。如果你内心有烦恼，所有的痛苦都是从你的内心烦恼升起的。先把烦恼看清楚了，烦恼的背后是因为有我，把这个我再看清楚，没有我了，那么我所，就是我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事，我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他们是不是有个实质的在那里害我或者帮助我？你看到以后，你发现身心世界一切空寂，所以你的病才真正的得以消除。好，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